大家好，我是廖老大。今天是9月21号，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从这一刻起，我正式退网，不再做直播了。首先很感谢大家这几个月来对我的支持。其实这几个月来我做了很多事情，你们给我的支持我很感谢。我曾经说过，我直播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要帮助这些浪浪，帮你捐一些饲料。然后其实最近的直播义卖商品一直很明显的已经是卖不动。当然还是得感谢你们啊，你们一路上已经支持我很多了，我很清楚你们支持我真的很多了。光捐出去的饲料加上现金，我们预估大概就600-700万，确实很多。然后现在应该卖不动了，所以我心想说，就我也不再直播了，我要恢复到我正常的生活，然后不再出来当主播。那还是得谢谢你们一路上的支持。我当主播到现在大概半年的时间，我想谈谈这半年我为了我们台湾发声，花了500万，打破了亚洲纪录，然后我出来做捐血的活动，我出来帮浪浪做一些义卖的商品，我当然我也创了一个最低的加盟金额的饮料店。我想这么说，这半年来我也为台湾社会做了很多事情，不管你们是喜欢我也好，不喜欢我也好，都感谢你们。那我想恢复我正常的生活，陪陪我自己的家人。好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顺顺心心。大家拜拜。乒乒乓乓啊，震惊啊！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爱看了。你敢做观众啊？你们爸外无用呢，你们电脑死也搞出，而且电脑你们爸就爱欠两个画面呢，一边阿冠呢，一边廖老大呢。反正先跳家，反正先跳家。你很难去说谁对谁错，但是 but 我蛮认同馆长讲的一句话，反正只要咱要靠网络吃一顿饭啊，有当时啊，啊，伫心态爱了要调整一下。冰冰凉凉，你别看鬼没啊！我终于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爱看了。我好不容易当一种观众的感觉，得改做观众啊！反正先跳家。反正先跳遐，其实吼，我感觉因两个拢无唔对啦，各自有立场啦，叔叔当当安尼讲尔啦。社会上吼，是非这个物件吼，有当时也是看立场的啦。坦白讲，产业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心态也不一样，出发点什么东西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很难去说谁对谁错。但是 ，but。我蛮认同馆长讲的一句话，要伫网络顶管吼生存呐，加加减减拢会拄到一挂有诶无诶啊，一挂甲咱无共款诶声音嘛，甚至有一挂是，反正甲你看笑话嘛有啦，看你衰潲也有啦，但你要甲你攻击诶嘛有啦，反正只要咱要靠网络食一顿饭啊，有当时啊，啊伫心态爱了调整一下，可能要接受一下不一样的声音呐，叔叔嘛定定会拄到。迄落啊，对无？甲我讲我哪的啊？过来迄落麻痹啊！你爱去习惯，因为网络上面就是这样嘛。有你的支持者，就一定会有你的反对者，这都正常啊。不管是啥人同款嘛，对无？卖讲咱，包括蔡英文嘛，同款嘛。有的人就是支持蔡英文嘛，有的人支持马英九的嘛，有的人支持韩国瑜的嘛，有的人支持郭文德的嘛。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都不一样啊，两条。有支持你，就会有讨厌你的啦。我不管吃饱，我就想讲起来抓两句啊，看来无用，你敢听？但我今仔一开网络啊，乒乒乓乓啊，震惊啊！恁爸外无用呢，恁爸电脑死也搞出呢。一只电脑，恁爸就爱欠两个画面呢，一边阿冠呢，一边廖老大呢。这边听听，刚刚聊有道理，聊有苦。佮跳过来这边，佮听一下。这边讲了嘛，无啥唔对，嘛袂歹。叔叔的角色就是扮演有无听众哦，恁爸今仔来做听众安尼。叔叔对于阿叔啊有什么感想？阿叔我没什么感想啊。叔叔的人就是过了就算了，我没有在炒新闻呢。我跟你讲认真的呢，伊今仔打恁爸过呢，所以我说阿叔啊真的是阿叔啊有时候真的很调皮啦。祝人呢行安哦，希望你让早日早日可以。服刑啊，早日假释啊，早日回归社会，然后越来越好哦，越来越好啊，脚踏实地哦，好不好？人呢，
谢谢有你哦，感谢有你哦，一生感动你一人啊，好不好？未输敢若偌清，得甲啥拢在哦。